有啲食物虽然健康，但都唔应该成日食，如果唔系就会出事。台湾肝胆肠胃专科医生吴文杰早前分享病例，话一个70岁男子本来冇饮酒，但突然胃口变差，半年瘦5公斤，而且皮肤泛黄。到医院检查之后，发现患上肝癌中期，原因竟然系佢成日食花生产品，花生含有对人体有益嘅不饱和脂肪酸，有助降低患心脏病风险。但吴医生引述调查指出，花生粉同埋花生酱存在致癌物黄菊毒素，情况喺菊类等食物入面最严重，提醒大家。大家吃花生类食物嗰阵要着量。